欢迎陈三十，欢迎陈三十。你好呀，小铁锤，半导铁盒吗？不是半导铁盒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！哎，这个直播大屏在哪儿看呀？十号链接是大款的吗？可以传，可以传，十号链接没问题。稍微一等，凯恩上现在穿的是二十号链接有两个颜色，铁锤妹子更快。二十号链接有三个颜色，其实三个颜色有很多颜色，这几个颜色是最好看的啊。有看的需要的话，可以把你的身高体重打在公屏上啊。凯恩身高1.8米，体重91公斤啊，穿2XL。240克的重磅 T 恤，嘿，这直播大屏怎么弄？大屏监控啊，找到了啊，这么便宜啊，放心，质量绝对是有保证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做工工艺啊，我们看一下便宜那个白色的做工工艺，你就知道了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它是。领口它是用二本针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二本针工艺包边的啊，包括看一下它的这个领口袖口还有下垂的部分啊，这是给大家冲的一波粉丝福利啊。点主人会有你的直播大屏啊，点到了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宝们啊，啊，便宜当然是有好货的呀，不一定说非得很贵你才能买到很好的货。放心，凯爷选的东西绝对不会很次啊，因为这么多人买了，肯定有回购的啊。或者你们喜欢什么颜色，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们试穿啊。这是蓝色，这是白色，还有蓝色。我个人喜欢穿黑色和白色啊，黑色它是显瘦的，就是营业了，对，营业了啊。有想要的、想看的，可以点击小黄车看一看啊。然后你们想要哪一个链接，告诉我，打在公屏上，然后我可以去帮你去试穿。哎呀，小铁锤，你那么喜欢给我点赞，请问小铁锤点哪？小铁锤，你就瘦了吗？主播最近好吗？主播最近非常好啊，谢谢关心啊。播了一天嘛，下午买衣服就再播了。对，播了一天了，我中间休息了3个小时啊，6点钟下播，9点半上播啊，瘦了一点点，蛮靠，我现在都没有肚子了啊。其实穿白色衣服可能会显啊。啊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宝们啊，有喜欢的衣服可以把这个衣服的编码点在公屏上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。你的小先生怎么不帮你卖？他在上海。有没有夏天牛仔裤啊？夏天牛仔裤，我现在腿上穿的是30号链接，这个是一个短牛仔短裤啊，它这个都设计的是一个很大的啊，可以把你的 iPad 呀、书啊、笔记本都可以塞进去，后面还有一个这样的装饰啊。1.9米能穿吗？当然可以穿，1.9米可以穿，你只要把身高体重报出来就可以了啊，当然可以穿，啊。然后领券购买会便宜啊，这个衣服它是有松紧的，它买大买小它都是可以调控的啊。没有播一天，190斤，身高呢？不长个儿。杨先生刘不长个儿啊，身高多少？把平板放进去，掉下来怎么办？不会掉下来，我给你赔好吗？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是我的 iPad 啊，我们把它放到包里啊，来给你们看看。它是全都能塞进去的啊，然后你怎么蹦跶出不来，裤子就会掉，对吧？裤子穿的多大号？我穿的是3XL，我身高1.8米，体重91公斤啊。是领导吗？什么领导？好大。
该小的地方反正不小啊。我说裤子掉下来脸都没了怎么赔？当然如果你的是吧，你看在什么场合掉下来啊，在什么场合掉下来可以做放笔记本吗？当然可以放。给你们看，这是我的笔记本电脑啊，我的笔记本电脑，这是我的笔记本电脑，厚度这么厚啊，来我给你们放进去试验一下。笔记本电脑也是可以装，但是笔记本电脑可能会出来一点啊，绝对是可以配的啊。这个衣服容易变形吗？它不变形啊，不走形，洗很多次都不会啊。所以点击购买三号链接，身上的衣服链接是二十号链接，240克重磅 T 啊，240克重磅 T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衣口和领口设计啊，它是做了一个二本针啊，二本针，那就买进。好的，已经放了一天了。短裤在三十号链接啊，短裤在三十号链接。我把三号链接给大家挂出来啊，你们直接可以点击购买。哎，不是三十号的，现在是29号啊，29号链接来，短裤在29号链接啊。脸上怎么长痘了？这前两天没休息好，就爆了一个特别大的痘。可以放对象吗？你如果对象很小的话是可以放进去的。有小一号吗？比较瘦，你是看上哪一件衣服了呢？哪件衣服一路都有。这个短裤可以说把家里的冰箱都能兜起来，那有点过分啊，兜不起来，好便宜啊，便宜有好货。凯爷给你们带的都是很不错有质量的货啊，凯爷带你们薅羊毛，薅羊毛啊。短裤也没有差呀，数字的，你去点进去点立即购买，根据你的这个体重来去决定你的这个穿多大码啊，穿多大码。主播衣服上什么颜色？主播衣服是黑色啊，主播衣服是黑色。20号链接啊，我看是不是20号链接？是20号链接啊，20号链接啊，黑色有三个颜色，黑色、白色和蓝色，黑色、白色和蓝色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做工和品质啊。我对象比你胖，穿什么？推荐两件。对象比较胖的话，可以去买那个插色的一件 T 恤啊，我给你找一下。你可以跟你对象一人买件，反正圈子里的通讯录穿的也比较多，也很好看，也比较百搭啊。这件衣服在12号链接啊，12号链接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。16号、17号，1米74。190斤啊，1米74，有帮我打的可以帮我打。主播身高1米8，体重91公斤啊。16号和17号，我给你看一下啊，16号、17号是什么？哦，这两个衣服也是我很喜欢的。16号是很有眼光的啊，16号选的。16号的字母很漂亮，后面的印花很炫。我们先看一件吧啊，我们一件一件来。14号是情侣装啊，我们现在看16号，16号是黑白两个色啊，后面的背景是这样的，它是设计的图案还是很漂亮的啊，你可以看一下。13号超多，终于开播了啊。20号必买，好看，凯爷没问题啊，20号也必买，我看看。啊，我身上穿的是20号链接啊，身高体重1米8，91公斤，穿 2XL 的我啊，13号超多，13号也很好，13号也是我今天下午买的是最大的啊，卖的最多的啊，多大号合适？我看一下多大号合适，主播穿多大？1米74，190斤，1米74，190斤，去拍1米74，想穿宽松一点去拍 3XL， 想穿到卡合拍啊，就穿 2XL 就可以啊，穿 2XL 就可以啊，3XL、2XL 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，欢迎小野战。啊，有喜欢的可以直接把你们喜欢的告诉我啊，打在公屏上，我可以帮你们拿出来试一下啊。然后刚才谁跟我说要买这个，谁让我推荐一个来着？和对象，哦，东进啊，东进直接去拍12号链接就可以啊，拍12号链接。身上这件是几号？身上这件是14号链，
15号链接啊，是哎不，我看一下啊。实际上这件事是20号链接，20号链接也挂出来了，20号链接啊。那个藏青色的短袖是哪一号？藏青色的短袖，藏青色几号链接呀？三丽姆。身上这件是20号，冬季1.65米高，180斤，穿多大？1.65米，180斤，1.65米，180斤，穿 XL， 穿 XL 啊。1.83米的猴买什么码？1.83米你多重呢？1.83米，买2XL。短裤1.88米，195斤，穿多大的？你的大熊点进去购买啊，点进去购买，然后下面有这个体重，你按照你的体重值去买就可以，按照你的体重值去直接购买就可以。它上面有一个体重值，它不看身高啊。20号链接，20号链接怎么了？我现在穿的就是20号链接，20号链接有三个色啊，20号链接有三个色。蓝色、白色和黑色啊，蓝色、白色和黑色，弄点 polo 衫会有会有啊。明天可以发货吗？我们尽量在48小时之内给大家发出去，啊，明天下午6点之前应该可以飞出去啊。啊，百棉百棉，我们可以看这20号链接啊，我们可以看这，这就是20号链接，啊，我们这边也写的很清楚啊，百棉的，百棉百棉，录不完百棉。不能在直播间去说啊，容易被抬走啊，大家理解一下，可以点点关注啊，后续还有更多的好货会上啊，到时候大家可以来关注凯的直播间，凯带你们薅羊毛啊。嗯，我也想穿 polo 衫，别着急别着急，我会给大家找衣服， polo 衫过段时间，我现在先把手头这些资源给大家讲完嘛，好不好？主播身高尺码20号，我身高是1.8米，体重91公斤，我穿2XL， 豆豆豆。那我身高1.75米，160斤，1.75米，160斤，穿合拍的话，我看看，身高1.75米啊，身高1.75米，160斤，去拍 XL， 嗯，小少先生1.73米，80公斤，20号链接多大？20号链接1.73米，1.73米，160斤，1.73米，160斤，穿 XL， 录不完1.75米，83，1.75米，83，1.75米，83公斤。穿2XL，2XL， 啊，83，100，穿 XL， 录不完，穿 XL， 身高1.66米，体重165啊，这就是一个很成正比的啊，1.66米，我看一下，1.66米，1.66米到1.7米，165斤，穿 L 码，谢谢森林啊，你们的主播身高体重做个卡片。夹在手机背面，我们看得更清楚。我身高体重，我给你找个笔写出来吗？这个东西我得做一个调整啊。主播身上多少码？我是2XL 码，我身上穿的是2XL， 1.78米，80，1.78米，80，可以去拍2XL。嗯，90公斤码，180，160公斤，去拍 XL。对不起啊，我拍 XL。啊，好的好的。20号是宽松还是合适？我们所有的衣服都是正常，你平时穿多大码，今天我们直播间就卖是多大码啊。180，我是1.8米，81公斤，穿 2XL 啊。哪里发货呢？我们有河北仓库啊，河北有仓库发货啊。180斤，1.8米，150斤，1.8米，150斤，去拍 XL， 1.8米去拍 XL。啊 ，XL， 今天播了好久，对，我以后会每天都这样播啊。主播身上的短裤在29号链接，29号链接。昨天有很多人管我要这条裤子的，谢谢支持啊！管我要这条裤子链接，现在已经上架了啊，货不多啊，大家直接点击购买啊。这个兜还是很大的，它的后面的这个装饰还是很漂亮啊。谢谢吧，小铁锤。播了一天吗？对，播了一天。20号链接，喜欢的话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啊。1.75米，1.70米，75买什么短裤？1.75米，我看看尺码啊。我这个尺码表真的75乘140斤，150斤，
买 XL， 买 XL 舒服的话可以买 S， 就是卡拍的话就买 XL 啊，或者是买 XL 或者买 2XL 啊，它这个是有松紧的啊，没问题。嗯，欢迎小北啊，欢迎小北，一米六，135斤，穿多大的裤子？1米6，135斤，把我给问住了。我把这个尺码表编辑啊，放到右下角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穿 L 啊，穿 L， 玄先生 L， 真棒！欢迎你，方圆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宝们。有喜欢的话，直接把你们喜欢的数字编号发到公屏上啊，我帮你们试穿啊，试穿。主播身上穿的是20号链接啊，240克重磅 T 恤，裤子是29号链接。T 恤有三个颜色，黑色、蓝色和白色啊，黑色、蓝色和白色啊，有喜欢的话直接点击购买啊。1米8，75公斤呢，1米8，75公斤是裤子还是衣服呢？你们要的时候跟我说一下是裤子还是衣服，我可以直接快速的帮你们找到相应的尺码啊。1米72，150是裤子还是衣服？遇见一，感恩感谢衣服啊，1米8，75公斤，1米8，75公斤。身高是1米8，75公斤，150斤，去买 XL， 去买 XL， 遇见一 XL， 1米72，150斤，1米72，150斤，买 L 码 ，L 码，哦，遇见你说的是裤子啊，裤子你去点击立即购买，然后里面有相应的体重150斤，去选择那个，它就能告诉你相应的尺寸，因为它这个身高是不看的啊，衣服看1米72，1米72，买 L 码啊，感恩感谢买 L 码，纯棉的，百棉啊，百棉的，我给你们看一下百棉，这上面都写的很清楚啊，我这个不会去忽悠你们啊。卡卡身上再推荐一件，身上已经买好了，没问题，我再去给你们推荐一款比较爆的衣服啊。今天出单出的比较好的一件衣服，这件衣服我去给大家试穿一下啊，试穿一下，稍微等一下啊。我现在穿的衣服是13号链接啊。黑色是显瘦的啊，黑色是显瘦的，有的有运啊，有的有，有的没有，玄先生啊，有的有，有的没有。如果建议的话，可以不用拍啊，没关系。你要是觉得不合适或者怎么样都没关系啊。我们看这是白色的，我们看看它的做工啊，做工，双针走线啊，双针走线下。下摆也是双针走线啊，里面的领口也是啊，里面的领口也是。主播身高体重，我身高1米8，体重91公斤，啊，182斤啊。这13号链接，然后240克啊，240克的 T 恤啊，然后是百棉的啊。刚刚黑色在哪里啊，大哥？刚刚黑色是在20号链接，打开找黑色，20号链接是这款吗？20号链接找黑色这款就可以了，点击购买。1米68，150斤，穿什么码啊？160，1米68，150斤，1米68，150斤。你合身的话，你可以去穿 M， 不合适就是想宽松一点的话，去穿 L 啊，去穿 L 码就可以了，去吧，拍 L 码。小小羊的羊，喜欢可以点点关注啊，喜欢可以点点关注。1米68不能穿 XL， 穿 L 就可以了。1米68是吗？1米68，穿 L， 小小羊穿 L， 我是穿的 2XL 啊，我是1米8，体重91公斤，穿的 2XL， 穿的什么码？我穿的 2X 码，1米5，体重160，穿哪个？你把我难住了，1米5，体重160。你小朋友吗？我和你差不多，那可以去直接下单 2XL 啊，1米75，周1米75，155什么码？1米75，155，
啊，穿 L， 穿 L， 想舒服一点或者宽松点，穿 XL 啊，穿 XL。好的，好的，感恩感谢啊。周可以去拍 L 或者 XL 都可以啊。一米五，体重160，一米五160，合身一点去穿 M 码，挖去穿 M。穿 M 1米72140，1米72140穿 L， 1米72140穿 L， 20号链接下单，这款尺寸推荐也是跟20号一样吗？对的，跟20号是一样的。都是大众尺码，放心啊，都是大众尺码。1米65180斤穿 XL， 确定 X， 1米65180斤，对啊，你的身高是在那儿，你的体重大呀，你要是小的衣服的话，你会撑不起来的，就是会很挤，所以 XL 是没问题的。你看你是180斤，对吧？有能穿啊，有，那孤独的人有啊，有这个能穿啊。1米72162斤，1米72162斤啊。1米72去穿 XL 啊，你拍好的好的，我怕小，小的可以换，运费我给你掏，运费来找我，我给你掏好不好？啊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宝们啊，凯身上这个链接是十几号，13号链接啊，这款衣服也是很好的一件衣服啊，很漂亮，凯爷身高1米8，体重91公斤啊。裤子怎么换颜色了？裤子没有换颜色，还是这个颜色，灯光的问题吧，灯光的问题啊。昨天晚上很多人找我要这条裤子链接，我找了好久，我找到这个裤子链接了啊。这裤子本来是我自己买来穿的，结果你们都喜欢，我就去找人要这个链接了，裤子拿到货了啊，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。凯爷身上这裤子是自留款的啊，看看上衣背面，这个上衣背面是个白色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喜欢背面有花纹的是吗？你拍好的，小羊小小羊的羊啊，好的，谢谢支持。点他老公，点他老公，裤子的链接在几号？好，我给你放出来啊，29号，29号直接去点击购买啊，直接点击，不喜欢太乱的，我也不喜欢太乱，我的直播间的衣服其实很多都很素啊，都很素。你看像这款衣服，黑色很好看，穿在身上。我们看一下背面，它设计的很简单啊，很简单。那1米6180斤，你点进去那个东进啊，你点进去那个裤子的链接进去之后，它会有一个体重，你180斤，它会给你告诉你选哪个尺码。T 恤去哪儿？去哪里？哪个 T 恤呢？主人，主人怕爹，爸爸爹，刚刚在刷鞋啊。这么爱鞋子肯定很干净啊，你身上这个，我身上这个在13号链接，直接点击购买就可以了啊，13号链接，这个是今天卖的比较多的一款啊，收到货绝对会让你们很开心的啊，绝对是物有所值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件衣服的做工啊。我身上这个是13号链接啊，是连着播的一整天吗？当然没有啊，我中间也要休息啊，中间也要休息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宝，我身上衣服穿什么？我1米8，体重81公斤，我穿的是2XL 2XL 啊。根据你所有的码，咱们家衣服所有的码尺寸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你平时穿什么衣服，你就按照你平时的尺寸买就可以了啊。有新进直播间的宝宝们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啊，点点赞点点关注，以后凯爷这边有好货会直接上小黄车，你们到时候可以来看啊。身上这件是240克的衣服。哈哈，欢迎 Frank 啊！
还是像这件衣服链接在13号啊 ，L 怎么了？100啊，倔强的坚强的小草，一米七八十五公斤，95公斤，170斤，170斤，去买 XL 还辛苦了，还好。那我们两个平时都穿的2XL，我怕六件回来换都好麻烦。你们俩平时都穿的2XL，就是啊，你们穿的2XL吗？那你就买你们的2XL，没有问题啊。平时怎么穿你就怎么下单就可以了。空军棕色鞋子，空军棕色鞋子那是米色的，那不是空军啊，那是米色的，那是陆军的作战靴啊。多喝点水，博哥。好的，11元钱这么便宜，哪件呢？1米8，90公斤，跟我一样穿2XL啊，拍了，小哥真帅，谢谢，点关注，喜欢主播可点关注，主播以后可以带你们薅羊毛啊。今天来了，这几天来了100多件衣服，我已经退掉了70多件，因为不符合这个我的审美和标准啊，就是从做工，我是想做长期的生意啊，肯定不会让大家只买一次就不会。怎么没裤子？有裤子啊，裤子链接在29号，在29号链接，这是昨天刚接的话。怎么说凯爷啊，可以直接去拍冬季，你直接去，你平时穿多大码你今天就穿多大码，就是平时你在别的地方买多大码你今天就买多大码就可以。还有1米7体重175什么码，175斤，去买 XL 周啊。刚刚那个黑色是几号链接？黑色就是我刚一出镜的那个，是20号链接。哇，今天20号卖了24件啊，20号卖了24件，29号会掉色吗？你说这个裤子会掉色吗？不会掉色。哇，黑吧，那就是2XL，没问题，去拍2XL就可以啊。我现在这个腿上的这条裤子什么都能装，它的都特别大。我其实还有一件短裤，我现在一直没有上。这个裤子是我在成都买的，也是我特别喜欢的，也让我找到链接了啊。然后我就一直没有上。这个裤子配黑色 T 超好看。等过段时间我会把这个裤子给大家上架啊，先给大家看一看啊，先看做工。今天是其实很流行的一个，就是一种材质啊，因为还没有熨啊，衣服有点皱。很流行的一款材质就是降落伞布啊，我听我朋友说，今年很流行的一款叫降落伞布啊。20号链接好好看，就点击购买啊，点击购买。20号就是我身上现在这个，一共有3个颜色，黑色、蓝色和白色啊，最适合的就是黑色和白色，还有蓝色，这3个颜色都很好看，直接点击购买啊。看来喜欢大口袋，对，我喜欢大口袋，麻烦。你和有眼睛竖拍 vlog 穿的袜子什么意思？黑搭搭。这个裤子我也喜欢就下单啊，适合去海边。对，这个刚那个绿色的裤子适合穿一个黑色的 T 恤，15号可以看啊，可以。你们让我慢点说啊，15号也是一个百搭的衣服啊。15号有2个颜色，一个黑色，一个白色。我给你们看一下15号的链接啊，15号的衣服，15号衣服也是我很喜欢的2件啊。破万了赞，给你点个赞呗。要不穿20号试一下，可以稍微等一下，我先把这15号给大家展示完啊。15号的背面是这样的一个图案啊，两个黑白色，一黑一白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材质啊，短裤在29号链接啊，我们看一下15号啊，这是15号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工艺啊。领口是2针，叫什么？领口二本针是吧？对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袖口的缝合啊。是哪个尺码呢？短裤在29号啊，小萌新是几号链接？几号产品？身高1.72米，中1.62米什么尺寸？体重1.62米。
刚才绿色裤子怎么还没上链接？裤子没有上链接，15号，我看啊，1.72米，1.72米，去拍，去拍 XL 就可以啊，15号去拍 XL。嗯，我去给你们穿20号啊，20号的。哎，我20号放哪了？20号想要什么颜色呀？有三个颜色，你想看看看哪个颜色？黑色、蓝色和白色啊，黑色、蓝色、白色。谢谢小铁锤送的小星星。20号看什么链接？这个。20号要看什么颜色？绿色裤子那个，我想买卡宴，哈哈，绿色裤子想买呀，等着，过两天你来买好吗？链接我现在是有，但是我没上。蓝色是吧？蓝色我去给你试一下，这个对吗？蓝色得穿一个别的裤子，稍微等一下啊。来，这是20号链接啊，20号链接啊，已经给你试了，蓝色，蓝色的啊，蓝色的，亚洲小伙子，谢谢你啊，20号链接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啊，还有个白色和黑色，个人喜欢黑色啊，遮肉啊，其实都可以尝试一下啊，就很轻松的一件衣服啊。蓝色没黑色好，是吧？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宝们啊！主播身上现在穿的是20号链接，20号链接啊！点击小黄车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，有需要的话把你们需要的是那个编码打到公屏上，我可以试穿和给你们。为什么我全部加入过程没有优惠啊？它有些是有优惠券的，有优惠券可以点优惠券啊，有些是没有的，因为它成那个合作的伙伴是不一样。喜欢裤子，裤子在29号链接啊，在29号链接，裤子直接点就购买就行了啊。啊，辛苦，宵夜吃点好的，我不吃宵夜，晚上不吃东西，在减肥。15号藏青色怎么样？15号的藏青色啊，我看看15号的藏青色。15号藏青色，我建议不要去买除了这三种颜色以外的颜色，这三个颜色还是因为来了好多100多件衣服啊，这三个颜色是我最终留下来三个颜色，这三个颜色都很好看啊，这三个颜色都很好看，小萌新啊，就选这三个中的一个颜色就好了，谁给我做个加大码？我说你老刘，你现在是很胖吗？刚才穿的13号链接是多大码？13号链接我穿的是2XL，2XL，身高1.8米，体重91公斤，2XL。2021年8月4号潘水道的鞋子。8月4号，我得去看哎。8月4号是背景是什么地方？巴黎世家，那个是巴黎世家是吗？200来斤，200来斤有啊，可以穿四个加啊，四个加。不明白，什么不明白？不明白啊。裤子身高1.75米，体重85，穿多大裤子？身高1.75米。这样，彩彩，你点进这个29号链接，然后进去看有一个，85公斤的裤子，你看上面有一个建议你的尺码，你去点那个尺码，就是你85公斤左右，它就会有，哪有4X？不能用微信，为什么不能？什么意思啊？微信不能用？没懂啊？我在工作的时候尽量不要给我发信息哦，好吗，宝贝？这个衣服在哪儿？在卖的很便宜。这个衣服现在卖的很便宜。对，这个衣服现在很便宜。我身上这个是2XL，我身高1.8米，体重91公斤啊，直接拍就好，在20号链接，20号链接啊。哇，今天这件衣服卖了30多单了啊。13号也卖的很好啊，13号链接也卖的很好。你们还想看哪件衣服，直接给我编数字，我直接可以给你们出啊，直接给你们出。拍了13号衣服，好的，谢谢支持，谢谢支持，可以一起结算的呀。
你太能干硬装了，被逼的，被逼的，真的被逼的，没有办法啊。我给你们推荐一下这个衣服啊，来，我给大家再换一件衣服看看啊，再换一件我个人还比较喜欢的一款衣服。哎嗨啊，这件。有喜欢不知道尺码的，你们可以打在公屏上啊，公屏上我看看哪个适合你们啊。1.79米，82，去买二 XL， 去买二 XL， 我可不是小淘气，买二 XL， 二 XL， 封面是 Hello 后生仔 Vlog 穿的鞋，哦，那个是 Tiblan 啊 ，Tiblan， 那个是 Tiblan。我现在身上穿的是14号链接啊，14号链接还有啊，它一共有两个颜色，黑色和白色。喜欢直接购买啊，它这个后面背后印的英文和我背后英文是一样的，来可以看一下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工艺啊，百棉的，百棉的啊，对，看它的领口，看它领口收口还有袖口。现在主播穿裤子是多大码？我穿的是3XL，裤子是3XL。14号链接宽松落肩吗？14号链接宽松落肩吗？其实你要是溜肩的话是可以的，宝宝。欢迎晴天啊，欢迎晴天。为什么黑色这么显瘦？就黑色是很显瘦，遮肉的啊。就是我现在很喜欢穿黑色，很遮肉，真的，啊，很显瘦。白色也很好看，就白色、黑色都是百搭的啊，黑白色晚搭，百搭。啊，这个衣服直接可以下单，直接去购买啊，点击购买就可以了。好，提不烂，对，提不烂，提不烂，1.8米，我身上这个1.865米穿多大的？1.8米去穿 XL， 去穿 XL， 1.8米96公斤选多大？96公斤去选2XL，2XL96公斤190，190，190，192，去选2XL，去选2XL啊，1.8米96公斤去选2XL，332，1.65米，656。1.65米，56公斤，112斤，去选 M， 去选 M， 去选 M， 卡码，卡码了，什么卡码了？去选 M， 1.83米，1.83米去选2XL，2XL 啊，2XL 就可以。你上这个多大？我身上这是2XL 啊，2XL， 1.8米，1.8米，体重91公斤啊，体重91公斤。就是192斤啊，是二叉啊。1.75米，80选什么号？1.75米，80公斤，1.75米选 XL 啊，选 XL， 选 XL 就可以啊。名字就是提不烂，跟我一样重，谁跟你一样重啊？啊，直接去选这个 iHive 啊，这个衣服还是很好的。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做工，黑色其实是显瘦遮热啊。我们可以看看侧面，自然下垂，自然下垂，回弹啊。其实走街上后面还是挺好看的，后面其实还是很吸引人的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做工还是很好啊。凯一百一米八六十五公斤穿 XL， 1.8米，65公斤，对啊。1.8米，1.8米穿 XL 啊，追忆追忆，1.73米身高，1.73米身高，117斤，1.73米去拍 L 码，去拍 L 码 ，L 码一个猛男拍 L 码，卡一裤子后面那个彩色小绳自带的吗？对，这个是自带的啊，自带的，自带的，看一下5号。
的，五号给你讲解一下。五号有两个颜色啊，五号有两个颜色。哎呀，越着急越找不到，真的衣服太多了。久等一下，久等了，久等了，稍等一下。真的，我都五号去哪了？看一下我直播没有说哪里，哎，没有，直播没有，有没有哪里说错的？啊，有说错的吧？我也不知道。1.76米到1.73米穿哪个？每个款都尺码一样吗？对的。来看一下五号链接啊，五号链接，黑白两个色啊，黑白两个色，喜欢的话直接购买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光，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公屏啊。我有时候说不上来话，他们会帮我去说的啊。啊，下午拍的还没发货呢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，别着急。承诺24小时内给您发货啊，别着急。来，黑色和白色。想看哪个颜色呢？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宝们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宝们，有喜欢的可以把这个裤子我拍最大码能穿吗？你多少斤啊？多少斤？它这个是有收缩的，你可以还是可以穿啊，最大可以穿到200，最大可以穿到200，兄弟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可以穿，放心穿，放心穿哦，放心穿。还有哪个想看的告诉我，欢迎进直播间的宝宝们啊。我身上这件衣服是十四号链接啊，十四号链接。嗯，下午竟然播到6点多，对，就晚上9点半播的啊。身上这个衣服十四号链接啊，身高1.8米，体重91公斤啊，穿的是2XL 的。然后你也可以告诉我你的身高体重啊。它有两个颜色，黑色和白色啊，黑色和白色，黑色白色都是百搭的啊，黑色显瘦，白色比较亮啊。就是清爽一些，白色比较清爽一些。嗯，主播裤子是穿36码吗？我穿的是3XL，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入关，点进去29号链接，点进去它上面有一个多少斤推荐的，就按照你身体重多少斤去买都可以。哎，白的好看，黑的显瘦，各自各看各位自己的吧，就是你们喜欢什么。20号链接3件87元吧。20号链接，对，你可以点进去3件试一下啊，你可以点进去3件看看能不能87块钱可以直接带走啊。主播脚上袜子有吗？主播脚上袜子现在没有，想买的话去优衣库啊，优衣库可以买，按推荐买就可以，对，按推荐买就可以啊。因为我今天直播也是慢慢的有错，你们可以纠正我啊。啊，没有，是没有吗？没有。
因为直播的时候可能有点问题啊，你们希望多多包容多多理解啊，有任何问题可以给我纠错啊，我都虚心接受。我可不像有些那种大主播跟你们玩套路，三二一上车，多少个挂车，我就实实在在的，有好的衣服好的品质我会推荐给大家，喜欢的话直接去买就可以啊，绝对是这个没有绝对啊，就是可以去看啊，去看。有我在放心说吧，有你在放心，不能放心说啊，就说错话的也要被抬走的啊，那些都是上千上万人的直播间，哈哈，我的直播间曾经来过最多人是3000多人。对，最后10单我马上让运营上200单啊，那些都是套路啊，都是套路，也许我可能到最后我也会去玩直播套路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前期我还是真诚一点对大家啊，就是喜欢就喜欢，不喜欢可以让我也没关系啊，逛逛街就像逛逛街了，看一看啊，你们喜欢哪个可以告诉我，你们喜欢看哪个告诉我，直接就可以帮你们试穿啊，买不买无所谓啊，啊，但是推荐的衣服绝对都是好料子好衣服啊。我有很多好看的衣服都还没有上架啊，现在都不想等，以后过两天想看12号，好的，12号是个差色啊，是个差色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喜欢。对，过两天会给你们上一些新的衣服啊。好，12号需要我试穿一下吗，兄弟？海涛需要我试穿一下吗？我直接给你试穿吧啊，好不容易来一次我直播间，让你看看。穿一下吧，好的，这件衣服很好，优衣库很多人买。刚穿衬衫好，刚刚衬衫好好看，是吧？好好看是吧？别着急，想看就多关注一下啊，过两天我会给大家上。这两天先卖 T 恤啊，穿2XL，海涛2XL啊，穿一下9号吧，穿一下9号。9号可以啊，9号有两个，白色会好看一些。9号链接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9号啊，9号，海涛直接去拍12号，直接去拍2XL就可以了啊。9号就是9号，黑色和白色，它背后都有一个字母 B 和一些英文字母啊，前面是两个大 B 啊。然后要穿什么颜色？黑色还是白色？9号要黑色还是白色呢？黑色是吧？好了，不理我，没有啊，欢迎蓝爸爸，欢迎我的好朋友陈雅杰，欢迎你。9号、14号都喜欢，准备入手。好的，直接去点击购买就好了。正，你平时穿什么样的尺寸，你现在直接下单什么样尺寸就可以了。我再给你试这个9号啊，9号链接，9号链接。来，9号，黑色的，这是白色的啊。忽略我的话，没看到。你又回消防了？啥时候回哪个消防？肥西县的吗？然后这是白色的啊，这是白色的，我在直播工作啊，宝贝。啊，然后我晚点给你打电话啊。啊，黑色和白色啊，黑色和白色。消防支队哪个消防？肥西的吗？恭喜你啊，又回到消防啊！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消防战士，你们可以去搜索他，抖音叫蓝爸爸，是我很好6、7年的朋友。牛仔短裤好看，牛仔裤在29号链接啊，29号链接。黑色、白色要哪一款？我们可以看看后背啊，看看后背。
牛仔短裤在29号链接啊，把你的身高体重可以打出来，我可以帮你看一下。嗯，怎么突然没人说话了？我卡了吗？需要助理吗？去给你上链接。我不需要助理。为什么袜子卖的最快？因为袜子老有人买啊，袜子老有人买。我去看看袜子现在还有链接吗？还有没有啊？还有一些啊，还有一些。我给大家上一波福利啊，这个是真是福利啊，袜子没有多少。哇，这个每个都要点，真的很烦哎。好了，为什么我手机的钱才买衣服你就直播？没关系啊，下个月可以继续来买啊。好了，袜子30号链接已经上了啊。不多啊，库存不多啊，库存不多。嗯，有没有适合我的衣服？有啊，有适合你的衣服啊，有适合你的衣服。去拍这个14号啊，14号链接已经出来了，蓝爸爸14号啊，直接去拍就好了。我估计得穿，你胸那么大，得穿2XL 的吧？胸前的13。挺特别啊，胸前，对，胸前的这个13很特别啊，7号穿下凯爷。好的，7号有两个颜色，要黑色还是白色？我穿不下，为什么穿不上？为什么穿不上？7号要黑色还是白色？两个颜色。有适合我的衣服，陈亚杰，你可以去看一下啊，看一下，你看哪个衣服你看上了，我给你拿出来，我穿上你看一下。啊，你推荐一下啊，你如果比较胖的话，我建议穿黑色啊，穿黑色遮肉啊。我给你试一下黑色的好吗？看一下33号于安，欢迎于安安啊，33号，哪有33号？黑色。没有33号，你给我开什么玩笑啊！来看一下这个。7号啊，7号链接啊，7号链接，3XL也不行吗？他胸比较大啊，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他的抖音，大的很吓人。这个好看，我们可以看看背面啊，背面是什么东西？黑色比较显瘦啊。好看是吧？好看直接下单就好了。你不是在看电视剧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那会儿晚上在看那个叫什么《皓镧传》，我就看了3个小时啊，休息了会儿那会儿。喜欢的宝宝们直接冲啊！喜欢的宝宝直接冲。看的真如的那个《皓镧传》啊，《皓镧传》。
对，从北京，小王。收到货之后给大家给个好评啊，给个好评，好的，排了时间，给你点个赞，东西啊，给你点个赞。有问题跟我说，有问题跟我说啊，都给你解决，售后我都给你解决啊。为什么没有人买十六号呢？十六号也很好看呀，就是这款，这款衣服其实很好看，我去给你们穿这款衣服，我真的很喜欢这款衣服，就这件，真的很好看。也不贵啊，才39米，质量绝对是有保证的啊。你看质量绝对是有保证啊，百棉的，百棉的。我去试给你们看啊。白色这个也很好看，是不是？我们看一下后背好不好？凯，你身上这件1米65，68公斤，你拍 M 码就可以了。凯穿啥都好看，黑色这个也很好看啊，黑色这穿 L 宽松啊，穿 L 宽松，穿 M 刚好卡码啊。黑色的是这款啊，这款后面我们可以看看它的。看一下它的工艺啊，二本领口针啊，1米8，85公斤穿什么？1米8，85公斤跟我差不多嘛。穿如果卡码去穿，我觉得你适合穿2XL。有灰色的吗？我建议只有黑色和白色两个色好看，其他的颜色不要去买啊，相信我，黑色和白色是最好看的。潮流范儿拍黑色配卡其色裤子好看啊，很好看，挺好看的。1米8，85拍2XL啊。领口二本针，领口二本针啊。我其实我这两天在学这些东西，学的我真的有点难受啊，因为很多东西工艺我都不太懂。喜欢直接拍好优先发货啊。240克，你们这个重磅的真的240克啊，秒拍秒付，给凯一点支持啊，爱你们。哇，你们懂得比我都多啊。应该这么说，秒拍秒付啊，有时间多看，也可以抽出时间专门去。我真的是有时间就看看这些材质啊，包括工艺啊，我也在学。谢谢小王啊，谢谢。对，这个领口怎么穿都不会松啊。你看，又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来给我，我们看他这个二本领口针啊，他这个穿怎么都不会松，因为他这个地方是加工过啊。就之前我们有些衣服，他这个领子它是露出来的。但这个衣服的领子它是额外的用一层布去给它包上啊。我表弟也在北京，应该一天就到了，对，一天就到了啊，别着急啊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宝们啊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宝们，有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啊，看看小王车里面有什么喜欢的话可以告诉我，打在公屏上我可以给你们试穿。印花很耐穿啊，都是烫印工艺啊。凯燕还是改行，这是改行，对，改行。1米78，80穿什么推荐一下？1米78，80，1米78，80，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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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，
XL， 然后想穿的宽松一点呢就穿 2XL 啊。身上穿的是几号？身上穿的不就是16号链接吗？16号链接啊，16号，
16号链接啊，是16号链接，身高1米8，体重91公斤啊，我现在穿的是16号链接啊，是 2XL。落肩款的嘛，有一点点落肩吧，就是你肩挺的话也能穿出来，不挺的话也能穿出来。但是如果是6分袖、7分袖的话，落肩的话它可能袖就到这儿了，对吗？1米72，92公斤，1米72，92公斤。去穿 XL， 短裤是29号链接，二十九号链接啊。它这裤子裤腿有都很大啊，可以装进你的笔记本电脑，包括 iPad 都可以装进去啊。嗯，然后后面还有个小配饰在这儿，很潮的，很潮的。29号链接已开啊，欢迎直接点击购买啊，直接拍就好，直接拍就好了。然后身高，你只要看你的体重，29号链接看体重，看到体重之后，然后点进去，点立即购买，有体重，通过体重去选择你的这个尺码啊。啊，凯的裤子装了一天笔记本，那也挺累的啊，挺沉的。我穿的是14号链接吗？不是14号链接吧？我穿的不是14号链接，我穿的是16号链接啊，16号链接，14号链接是 I Have 啊，14号链接是 I Have， 刚才已经展示过了，你们想看的话，我再给你拿出来，啊，这款，这个是14号链接啊，这个是14号链接，啊，喜欢的话直接拍啊，你平时穿多大衣服，你今天就穿拍多大就行。嗯。17号试一下，好的，17号给你穿一下。17号是一个小人头啊，小人头，就去买白色的，这件衣服就去买白色的啊，其他颜色不要买。我给你们推荐的都是我精挑细选过的。嗯，这件17号穿一下，这件衣服我还真的没穿，我就给你试一下。17号链接，哎，对，17号链接啊，哇，看得见吗？是不是动了一下手机？我们看一下后背啊。对，简约东带一点设计感啊，带一点设计感，直接拍就行了，秒拍秒付，性价比很高的啊。啊，这个体重怎么不对？怎么会不对？这个体重怎么不对？怎么不对呢？16号，16号怎么了？想看原地更换，我会被抬走啊！原地更换，我绝对要被抬走。直播间直接就被封啊！欢迎。嗯，想看这个黑色，这个款黑色没有，我没要。发过来我退回去了啊，就告诉你白色好看就买白的。就买白的，真的相信我啊，黑的真的不好看。就很多衣服我都是拿过来试的，100多件衣服，有些衣服你可以问我啊哪个颜色好看，我会推荐你，但是绝对告诉你哪个颜色好看哪个颜色不好看。啊，这个黑色绝对是不好看，这个纯白的后面有这么一点点印花是很好看的啊。这件衣服在17号链接啊，17号链接，链接已开，直接下单，直接拍啊，秒拍秒付啊，直接下单。这夏天黑色太吸热不一定啊，黑色其实你要开车，你夏天你不出，你开车的话你在车里其实还好啊，把衣服回去熨一下。然后黑色其实是百搭的，看你怎么喜欢。夏天喜欢被蚊子咬的宝宝直接拍白色。不过穿多大码？我穿2XL，我身高1米8，体重91公斤啊，穿鞋1米8、182的样子啊。我穿的是2XL。16号白色好看还是黑色好看？16号白色黑色都好看，就看你怎么选啊，白色黑色都好看。我们看一下一个正面一个反面啊，16号的白色黑色都好看，就看你怎么选。对，你要想的话你都配一件啊，都配一件。11号链接，
十一号链接啊，看到了，十一号链接，1.72米，90公斤。你推荐上面的尺码是多少？1.72米，95公斤。1.72米，95公斤。卡码去穿 XL， 如果想宽松一点去穿 2XL 啊，卡码穿 XL。此间去十一号链接去卡码的话穿 XL， 想穿宽松一点穿 2XL， 每件都很好看。对的，每件都很好看。啊，裤子在29号链接，十一号链接39米，看一下街拍啊，街拍。我找不到 Tplan 不好看，我找到 Tplan 不好看。去专柜买，去专柜买。哎，杨可可来了啊，欢迎杨可可。有新进直播间的宝宝们啊，想看什么衣服直接在抖音橱窗里面去，这个小黄车里面去看看啊，去看看。有需要的话，想看什么衣服链接，把编号告诉我啊，我帮你拿出来展示一下。来，我们聊一聊，唠唠嗑。没有人了，那就唠唠嗑吧。我也休息一下。哎呀，凯爷在几号链接啊？凯爷在一号链接，不要挡脸。是百棉的啊，百棉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拿出任何一件来，我都可以告诉你这是百棉的。来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标签啊。5号和23号我也想看，好，稍等啊。看到了吗？百棉啊，我再随便给你拿一件。百棉。再给你拿一件。哎，这个衣服有黑色啊，这个衣服有黑色，去拍白的啊，去拍白的，白棉啊。33号没有链接啊，那是非卖品。5号和23号，啊，我看一下5号和23号。我先给你看5号吧。找的我衣服找到好麻烦呀，5号和23号，稍等啊，先看5号吧。5号想要我是哪个？丛林的贵一半，价格原因是啥？丛林的贵一半，价格原因是什么？哪个老虎丛林？那个克重，那个 T 恤的克重会更重一些啊。我刚拍了白色，好的，是五号吗？东京是5号吗？直接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是黑色还是白色？想看哪个 ？Mac Pro， 是的。黑色还是白色？5号和23号没拍，这是5号链接啊。5号链接黑色好看，还是要黑色还是白色啊？白色，我先这样，我先试白的啊。黑色好，黑色，你要买白的吗？我一会儿给你试白的啊，别着急，我一个一个试。你们居然想都买，我都试给你们看啊。黑色会很遮肉啊，黑色会很遮肉。来，黑色，
我们穿 T 恤的时候，白色 T 恤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袖子啊，把这个袖子去扁一下，往上扁一下会更好看一些啊。凯给凯一点鼓励，大家给我一点鼓励啊。小胖在做选择都要。对，这是黑色啊，黑色的效果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它这个里面的做工啊，也是领口二本针啊，领口二本针的啊。嗯，我现在去换一下黑色啊，我去换一下白色。谢谢阳光帮我解释啊，二本针工艺领口用的针数越多，衣领的克数越高，更耐穿，不易变形。一下子买了三件，哈哈，给你点个赞。可以预定你身上这一件吗？不可以啊，这是样衣，样衣卖出去就没了啊。黑色、白色，我给大家展一下白色啊，看一下白色。身上这件多少钱？身上这件一个价一个价，凯爷不会跟你们玩虚的啊。五号链接，五号链接啊，现在是五号链接啊，直接下单就可以了。刚才说还要看23号链接对吗？五号链接已经上了啊。六号链接，身上这件多少钱？尺码和自己正常尺码是一样的啊。二十一号红黑色可以试穿一下吗？21号红黑色可以。我这件衣服很漂亮啊，这件衣服其实我这两件21号的红色和黑色都很漂亮啊，白色后面是一个玫红色的，这其实都是玫红色，只不过这看出来会颜色会暗一点啊，白色会很漂亮，真的白色会很漂亮。嗯，我先给他去看一下23号，我们要懂得先来后到，好吗，朋友？23号链接啊，23号的衣服，23号这个纯，后面有个印花啊，印花。喜欢直接去拍，喜欢直接去拍。哎，两件有优惠吗？没有，宝贝。啊，两件没有。想喜欢的话，已经很便宜了啊，真的很便宜了。其实就是一顿饭的事儿，真的是一顿晚餐的事儿啊。这是23号链接，2XL 直接去拍就好啊。然后你要看22号链接是吗？想让我穿白色的还是黑色的？给你试一下。11号那个水绿色可以看一下吗？11号，不要去买11号链接，就买白的。11号链接只要白的，其他都不要。黑色是吗？好的。11号链接不要去买别的颜色，只要白色，相信我，11号链接只要白色啊，直接去拍就好。11号链接其实所有的颜色都来了，但是我最终为什么只留下他们家一件上衣服呀？因为只有那一件好看，其他这颜色很差，很差劲，颜色也不正。白色它是百搭，你穿怎么样都不会过时啊。你要颜色选的不好，你可能穿一次两次就废了啊。我们看一下，现在给你展示的是21号链接啊。21号链接其实有很多颜色，建议大家买黑色或者白色啊。黑色或者白色，黑色显瘦啊，遮肉显瘦，遮肉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侧面，嗯，然后再看一下背面，这是白色的。我嘴巴都感觉要冒火了。
那我去拍这个，可以可以，没问题，直接拍就好啊。黑色白色都适合啊。我周六卖了四双，恭喜你啊，好厉害！你主要能讲，你现在在海南，我靠，真的不错呀。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去开一个那个直播间，给宝丽卖跨境大牌卖了四双，真的，因为你们那个牌子比较大嘛，我这都是小众品牌，小众设计师。啊，还有谁想看衣服啊？凯爷现在身上穿的是21号链接，21号链接秒拍秒付啊，直接拍就好。黑色和白色两款，这两款颜色衣服都很好看。这个衣服，哎呀，有点撑啊，有点撑。啊，不是我卖，我们公司，你们赚的都好多呀，真的好多，我也好羡慕啊。21号产品啊。直接点击购买就可以了，直接点击购买就可以了。5号和23哪一个更好看？5号和23号，去买，都好看，都好看，做什么选择题都买。距离2公里啊，这么近吗？在什么地方？凯一个人累死了，是挺累的，真的挺累的。我脚都已经站得很痛了啊！穿个软一点的鞋子。